这球打。 大分是2-1，现在进行第四盘。如果朱雨玲在取得胜利，哎的这个拉开了序幕。冯建中啊，作为北京队的领队啊，带队来参加比赛，并且副主席陆元胜也特别感到啊，他们一边在聊天啊，就发现这个群众席的乒乓球比赛一共是10块金牌。 中国一代运动员啊，一代一代的成长，紧密。朱雨玲这场比赛显得就好像失误非常多，对方控制住你，你就很难发挥。 可能有1/4的观众，或者是再多一点啊，不到1/4。乒乓球的核心队员啊，作为18岁，漂亮。 所以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，漂亮。 干扰，体现了这种精神，体育精神，能够挑大梁的人，现在呢，王曼玉18岁，还增，对，还是四川女队拿团体冠军，就要看最后这一下。 漂亮！漂亮！比分落后，要想赢回来非常困难了，所以与其这样，可能就不如保。 8岁。 在5年前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进了国家队。
漂亮。漂亮。取得胜利，他们将成为冠军。漂亮！九。漂亮！发球。形成相持。那这样局。哎呦，漂亮，哎呦，好的，漂亮，哦，结果。